这个视频，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手工课上做的一些东西。这三个不同的书签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所以这次手工全部用我自己。全部是原创草稿图。我把它做成一个，这只是一个样品，还没。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呢？这个手工我做了一个托盘，这个托盘可以放水果，放这中间的图，我是这个图片是我选的一个圣经里的主导文。可以根据自己喜爱的不同颜色把它调，可能做不同颜色。这是我做了一个托盘，原来这个真花颜色是浅紫色，非常漂亮，但因为做完这个托盘以后它就变成这个颜色。这个手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，然后做成不同的形状，然后也可以做一个挂件，把它做，给你看一下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挂件，一个装饰品，这个一样。或者一个装饰品。